亲爱的爱多美家人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耿赛，来自美丽的古城西安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套产品是我最喜欢的爱多美套装之一——爱多美洁面护肤四件套，这也是我接触爱多美的第一款产品，是一直生活在海外的姐姐推荐给我的。因为我们是很多年的朋友，一直都有联系，所以对她的皮肤状态还是比较了解的。当时我看到她皮肤状况跟之前我见她时有了很大的改善，特别是整张脸的光泽度非常的好，皮肤也非常的紧致。我心里想着，之前她用的护肤品一套就好几千块，这次的效果这么好，价格肯定会更高。当她告诉我这套清洁套装的价格只有240元时，我感到非常的惊讶，因为对姐姐的信任，抱着试试的态度。我开始体验这套清洁护肤套装，我的皮肤是油性痘痘肌，比较暗沉，没有光泽，肤色也不均匀，而且毛孔粗大。大约在使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后，皮肤状况就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，可以说效果惊艳到了我。我的整个皮肤透亮了很多，有光泽，毛孔细小了很多，感觉到皮肤有了呼吸，不再那么沉闷了。这套清洁套装共有四种，每一个单品都有淡淡清香的味道，在我使用的过程当中非常的享受。第一个是卸妆乳，清洁肌肤第一步，挤出来就像牛奶的颜色一样，涂在脸上，按摩一会儿，化成透明的水胶状，用棉片擦拭干净后是非常清爽的感觉。再用洗面乳，这款洗面乳打出来的泡沫特别的绵密细腻。用完之后特别的舒服、干净，还很滋润。第三个产品是去角质凝胶，特别适合油性肌肤、角质层较厚的人，需要在脸上停留几分钟之后，全脸去揉搓一下，整个废旧的角质就会被去除得非常干净，整个脸部特别的光滑，就像鸡蛋剥了壳的感觉。另外一款产品，去角质产品就是撕拉面膜，听名字会吓一跳，但使用起来特别的温和，携带出差跟朋友们分享都很方便，边聊天边护肤，所以这套洁面护肤四件套强烈推荐给大家，在家就能轻松深层清洁肌肤，值得每一个爱美的你拥有。